球不好向前出，施罗克选择了自己带球向前突破，然后紧接着横向内切，再往中间给。施罗克的能力还是强，就是在禁区前沿的这一个层面，他通过自己拿球突破能够过掉对方两到三名防守球员，然后再找到空当送出传球。三十多岁的老将了，齐拉多最后停的这一下有点辜负自己的队长了，还不如漏一下呢，后面有人啊，那个球外围直接打一脚，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齐拉多这东边不亮西边亮，好机会出来虽然把握不住，但是外围这个抡圆了来一脚反而有意外收获。再看啊，这个球呢，马尔代夫队的中卫头球解围出来，这个位置顶的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合理，直接给吉拉多做了一脚，然后回防的后腰伊布拉辛的这个干扰又完全不彻底。对，球的弱点也没判断好，而且这个守门员你看马尔代夫的准备也很不充分。吉拉多的这一个扫射其实并不是说像标准的那种中锋完全抡圆了踢正部位的扫射，对，